大家好，我是小光头。今天我要读二上的课文第四课。死牙仙子，作者明时。牙仙子在夜里走着，口袋里的金币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。他心想，天亮前我得找到那个小男孩。牙仙子走了好久，找到小男孩的家，他轻快地跳上窗边。月光照在床上，只看见一个老奶奶。牙仙子失望地说：小男孩在哪里呀？他在房子里跑来跑去，东找西找，急得快哭了。终于在爬进一间小房间后，看到睡着的小男孩。牙仙子在他的枕头下找到了一颗牙。耶！他开心地跳起舞来。金币送给你，祝你快快长大。牙仙子轻声说出祝福，然后收起小男孩的牙，开心地回去了。